求信号。国王的心意，拢无咧，妈妈买咧头。二，国王的心意，你怎么可以有这辆车呢？那么，今天你自己出去找吃的吧。去就去。说完，小燕子就飞出出去了。小燕子，找啊找，找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捉到一只虫子。不一会儿，天下起了大雨，小燕子很着急，很想哭。后来他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，回到家里高兴地跟妈妈。一天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说他们能做出最美丽的衣服来。这种衣服笨的人是看不见的。国王想，有了他，我就可以知道穷人和笨蛋了，就给了他们很多的钱，叫他们做衣服。过几天，他们两手空空去见国王。你看，您看，这是多么美丽的衣服啊！他们把国王身上的衣服脱光。有一只小狗，它在树林里找到了一根木头，就高高兴兴地咬下木头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要经过